有粉丝问我香蕉变黑了还能吃吗？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想知道。今天我就把香蕉发黑的地方取好样品，通过显微镜放大一看究竟。香蕉变黑的地方是多酚氧化物与香蕉形成的醌类物质，这种物质对人体是有害的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果肉细胞已经腐烂变质，上面会有各种微生物和真菌，吃了之后可能会导致拉肚子。去除发黑的部分还是可以吃的，如果发现果肉大面积变黑就不要吃了，赶紧转发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。